不得不说，金甲意甲球队在转会市场上的表现令所有人为之一惊。先是尤文不可思议的从皇马手中勾得当今世界足坛最顶级巨星 C 罗后，紧接着国米也传出了将要从皇马收购当今世界足球第一中场莫德里奇。虽然目前这笔交易还没有正式确定，但通过所有的信息来看，莫德里奇距离国际米兰也已经是越来越近。新赛季在意甲赛场上，球迷们将极有可能看到莫德里奇率领的国米与 C 罗率领的尤文展开更具分量也更加火爆的意大利国家德比。目前莫德里奇本人已经回到马德里，他正在积极与皇马高层进行沟通，希望球队能够满足他的心愿，放他去国际米兰。毕竟他在皇马已经无欲无求，克罗地亚人想要接受新的挑战。皇马官方社交平台主页在今日更换了一张球队当家球星的照片，更是让人充满无限遐想，相信大家也能够看出其中的端倪。之前在皇马的社交平台主页中，莫德里奇的身影与拉莫斯、贝尔等球星站在一起，但是今日所更新的这张图片中，大家已经看不到莫德里奇的身影。作为如今世界足坛第一中场，皇马的中场核心莫德里奇按理说毫无疑问是目前银河战舰的当家球星之一，但是现在皇马官方却将其照片换下，这样一个举动似乎也说明一切。不少敏锐的球迷似乎也发现其中的奥秘，纷纷在皇马官方社交平台留言，并且不断留言写下莫德里奇的名字，并配上蓝黑色的爱心图案。看来关于莫德里奇告别皇马加盟国米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结果。虽然莫德里奇目前还没有正式加盟国米，但是皇马的这一举动已经说明了一切。看来摩迪距离蓝黑军团是越来越近，相信过不了多久，大家就有机会在意甲赛场上看到莫德里奇与 C 罗之间的强强较量。当新赛季的意甲赛场上拥有了像 C 罗、莫德里奇这样顶级巨星，大家期待之中的意甲联赛终于是重新回来了。中超08-1119-35，上海上港 VS 上海申花，主队上港目前积30分，排名联赛第三，不知是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呢？球队本赛季主场5-1表现不错，上一轮做客大连一方被人1-0击败，报了当初上港主场8-0大胜的一箭之仇，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呀。客队申花本赛季目前排名联赛第六，距离前三也就差了7分差距，球队客场2-2-4表现一般，上一轮做客长春亚泰1-1握手言和，孙石林吃了张红宝石抢，此战不可出战，两队交手10次，上港6-2-2，主场的上港则是3-2-2，最近更是两连胜。分析出盘给出主队让一球球半超滴水，机构也是给予了上港极大支持，这也是两队交手以来最深盘口了。上港的主场要么不胜申花，要么就是大胜申花，再加上上一轮联赛输给大连，积分被恒大追上，此战上港已无退路，及时盘口调整，为主队让球半中水。之前还想搏一下输半搏全的，这次直接没有退路了，看好上港两强相遇勇者胜，大胜申花，推荐上海上港让球半。